大家好，我是王璇，很高兴现在为大家播放的是 AN 的最新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我们的驻巴基斯坦的记者在当地拍摄的一张非常富有当地民族风情的黑白照片，名为《巴基斯坦的街头理发师》。据记者介绍，在当地由于天气炎热，很多理发师都不得不搬到户外来为客人理发，而这种景象也无形中的成为了巴基斯坦的一道风情。在路边设置的临时理发店可以免交占地使用费用，因此在理发价格方面也相对的便宜，可谓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好方法。如果您有幸到巴基斯坦来旅游，千万不要忘记今天我为您介绍的街头理发师哦。当然，如果您还想知道最近在亚洲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新鲜事情，也欢迎您点击我们的网站 www.thecn.asia。 今天的播报就到这里，谢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再见。